家里养了个贼是什么体验？家里养了个贼是什么体验？离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杨田子的闺蜜是什么体验？昨天闺蜜帮我改造房间很辛苦，于是今天邀请她来我家做客。她说今天终于可以实现饮食自由了，但作为美食博主的我怎么能不做顿大餐犒劳她？家里小丸子是她的最爱，今天做个剧情版，菜一定要丰富，能塞多少吃多少，上个面色泽更诱人，自己吃要放多多的芝士片，这水上的鱼肉淋上酱汁，撒上糯米花海苔碎，我和闺蜜都是吃完水里还能留有肉粒的香味，简直是赶走小饿，功能必备呀！赶紧给闺蜜准备点，让她晚点带去办公。充充能，夜宵的快乐就要开始了。今天是两人吃万人宴，先吃个比拳头还大的章鱼丸子，满满都是小量。芝士熔岩鸡，奶香酥饼，抹上面包，松软又入味。含了好久，比脸还大的葡萄，外皮酥脆，不雷内馅，松软香甜。和闺蜜边吃边看电影，快乐夜宵起飞。